过去去我只是一个明星被带到那里坐下看秀做访问，他们已经跟我讲好了这个品牌的特点，我就把它讲完以后说拍照走人就结束了。然后下来以后两天时间我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就是我去到时装周以后，我帮大量的年轻设计师拍照，就是如果说有年轻设计师要走秀他们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会无条件的去帮他们走秀，特别是有很多年轻的发型师啊，或者年轻的化妆师啊，然后他们也需要他们需要成长，很多的明星他们都会用一些大师级的人物，我可能会用一些新人给他们一些机会，不是最好的舞台，最起码他是在一个舞台上面，这个对我来讲很有帮助，而且我觉得是对我而言，因为在帮助他们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在长进。那我觉得人不就是应该这样一直长进的？那长进这件事情，是不分年纪的。我觉得你说有没有梦想？有，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我要坚持到60岁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而且到60岁之间，不要有任何的污点，尽可能留下一些到20年之后你拿出来看的时候不会后悔的东西。红的、绿的、蓝的头发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20岁的时候可以接受，到30岁你还勉强过关，到40岁的时候你还是穿成那样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这段记忆还是磨掉比较好？所以那我现在就是希望在这个领域里的这个记录，前面20几年有很多我想磨掉，但是摆在那边好了，我就做更多好的事情，然后呢让它 cover 掉一点点，没有办法全部 cover， 就百分比好的东西多一点，不好的东西少一点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所以说我觉得有梦想就会继续前进。